也在斗六市啊，哈，可以说啊，非常的用心啊。为什么要举办在艺术水岸园区？最主要让大家来看，这个是去年啊，斗六市公所我们去中央内政部营建署啊，争取到3000块罢免哈啊，针对周边步道的营建啊，我拢已经甲做好啊。我们庄敬路遐开始做，过来中正路去做好，过来艺术水岸园区遮内底整体的步道拢打造好啊哈。啊，伫咧较早啊，暗时的时阵吼，啊，这是几只猫咧在行咧吼，啊，但是啊，现在大家晚上来这边看的时候吼，啊，你也知影，这个水岸园区已经变成咱大老人重要生活的一部分，啊，我们希望打造运动的城市吼，啊，这样的模式就是运动城市的进阶版，我们希望啊，让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出来运动，出来行路哈，让大家的身体健健康康哈，啊，也可以顺便来小朋友啊带来这边看哈，啊，可以说这个公园建设的非常的好，尤其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咱的人文公园呀，嘛就是即马即将改名诶，咱的碰气森林公园哈，那边啊。即将打造一个唯一的宜宁县一个五星级的公园哈，啊，在年底的时候啊，规个工作后哈，那边也要非常感谢啊，咱的代表会啊，咱的主席、副主席所有代表的支持哈，啊，已经正在目前在动工哈，啊，周边的环境温将近啊，两年来对，我们即将花3亿的建设，把周边的步道、周边的公园。周边的休闲娱乐的环境啊，打造的比这边更要舒适，这边更要好的一个五星级的公园。今天假日的时阵，大人带小朋友哈，哎，要去哪边玩？很简单，就来斗六啊，我们的彭蜀森林公园，去那边不仅可以运动啊，可以休闲啊，小朋友可以在那边玩哈啊，最简单的两项运动设施，我先跟大家讲。各位小朋友就非常的拭目以待啊！譬如说那里喷水哈啊，斗六是唯一做的喷水公园，也即将在彭蜀公园那边了哈啊，即将现在在施工。过来，咱定咧看。当然，啊，公所跟县政府跟所有的民意代表，包括那里赖淑德议员哈，我看也非常的关心，包括那里林委委员的黄胜志。相关那些特助啊，整个咱大老千面前都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，大力的建设啊，我们希望啊，透过民意代表的争取哈，可以让斗六这个城市变成一个友善的城市。我们大老这个辖区，真的是从现在以后，我们送到我们双城大路会前面的建设新的道路啊，双路啊，下面路口哈，啊，来为咱公布我们的投入和专家的设计。可以让我们行人更安全哈，无论是城市型的设施，马西亚或者观塘街呀，我们去年在代表会跟县政府做了合作呀，达到1400，快上快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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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上快到但是要大型车哈，但是啊，你如果造好的话哈，那么今天有坚持性多，快点啊！所以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地方了哈。所以我们这个城市，我们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啊，可以变成一个友善的城市，可以变这么多的好朋友哈啊，都可以来参加。因为大家集中上啊，百年瓦当哈啊，看到这个盛会哈，我们公所的团队啊哈啊，也真的哈。非常的辛苦哈，啊，是不是借由你们的掌声给我们的团队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是团队一个热非常谢谢他读书哈，啊，就是要对学校各项的事务哈。你要不要去啤酒那里？去啤酒那里。祝福大家有不一样的儿童节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感谢市长，还有各个地方的，然后我们现场的什么最重要的，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校长，欢迎我们正兴国小校长。来了！
就让大家去那边，去那边。那里呀、有几只小鸡啊？五只吗？看下去买什么？那你有卖东西吗？金，嘿，耶，呵呵，怎样？被太阳烤的都像枯树一样的。哎呀，还躺下去，那不会很热吗？好，看下去。大家好。
会扭来扭去的、啊。他都会把你甩出去，这个方向怎么才转？像蛇哈、啊。有像蛇在动呢。妈妈，你不要再转了，你转快点。我姐姐帮你转。哇，越来越快哦。它的综合里面有奶油、草莓、巧克力，还有盐味。煎爆米花好吃吗？好了。这边也有卖披萨。老板，这个现烤现做的，香味四溢耶。这古时候的话，都是要那个温香酱嘛。做这个辛苦，我哈烧，挂这个多好。那烤箱有200度啊，我们都相当高。啊，那两个妹妹要排队要买了，怎么样？好可爱啊！不会啊，我家长在这里啊。
风在动，不是我。你不觉得抖抖抖的？没有拿到。
铁粉，好，在我们整点的时候会来做发放哦。那现在小朋友的小眼睛准备好了吗？